哦呦，这个啥鱼啊？哦呦，这是。今天啊，带了30多斤的这个鱿鱼啊，鱿鱼尾巴，来打窝这个新水坑啊。这个水坑是最近才刚发现的哈，非常的漂亮哈，中间还有大石头。尤其是现在经过这个台风的季节啊，这个很多鱼都会藏到这个坑里面去。哇，这坑都被窝料填满了，嘿嘿，希望能爆窝。来，窝料打完先回去吧，我们过两天过来抽的。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是我抽东海的第410天啊。咱们来抽的话，就是前天用这个大鱿鱼尾巴打窝了这个水坑啊。现在呢，这个浪花呢还会稍微打一点进来，我们不等了，直接开始。天黑得很快，啊，关机开抽。开抓！开抓！抓！哦呦！什么？这是啥鱼啊？哦呦！这是红鱿吗？有点像吧？这一条金鲳吧？你看，哇，好几条金鲳！哎，这是什么？鲈鱼！来了！我这个鱼我都不认识了，啊，人真快了，没有，哦，金鲳，漂亮啊！这里还有八爪，想走的新娘留下，哦，可以啊，刚才吸了一条小鱼呢，哇，哦，还有金鲳，我这一个是大嘴花，你看。哇，黑椒，这里，哦呦，大鲳鱼哦，哇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肉很嫩。这，喵，这个可以收了。来，打水活了，好多啊。哎，快点，哟呼，小的。这里还有一只，石头底下，哇，超有劲，石头给它翻掉。这里这一只鳗鱼先来，哇，怎么样？我抓定你了，出来了，哇，你瞧，哇，我手被扎了一下，快！我这里也一窝，桶里面都打架了，爆桶了，赶紧再拿一个桶，装不下了。哇！呼！射击呀，太爽了！终于，好！哇，18！这个直接窝。后面哦，有一只鱿鱼啊！你看，这鱿鱼要小心它的尾巴。哎呀，它在哪里出来了？哦，哎，小心点！我捏着它头，哇，来了！哇，哦，它的尾巴是有刺，要抓紧给它放进去。哎，来了！哇，这是一只黄鳝啊！这也是好吃的黄鳝。金鲳又来了！哦，漂亮！哎呦，这个头好大，飞起来了！这个头好大！哎呀，别挣扎了，兄弟！进去，还有，哎呀，来了我的宝，哇，好亮，好亮，好有劲啊，这个金鲳。哎，这里有一只石头蟹，好像是蛮大的，就这么大吗？不大，算了。哎，来了，哇，石头蟹，哇，18，得劲啊。红色的，还有一只小螃蟹跑出去，小红鱿，这才是红鱿，没了，这一块没了，哎，小冰冰啊，看一下有多大，太小了，黄鳝，下来了，喂，运动，大哥。
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前面，在前面。哎呦，好沙！呼呼。哎哎，章鱼，这个大了。哎呀哎呀，被他跑了。你跑不了啊！嘿嘿，说了你跑不了。黑毛，黑毛，这个大黑毛，大黑毛来喽！哦，这个大，哇、哦、哦，漂亮，半斤吧。黑毛小的，太小了，算了吧，饶他一命吧。这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是鳗鱼，刚好爬在这个石头上。哎呀，喂！说话也挺大，来了，厉害！我敢说，把这个石头爬开，绝对缠着黑毛。哇，好像没有哦。哇，好几个，好几个螺，这半个，把这几个螺收走，可以了。这个坑最好摸了，从那一圈摸过来就好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哇，今天这个金鲳抓了好多，这头大的。哦哟，漂亮啊！黑毛啊，八爪鱼，还有一条红鳗。然后这边的话是，有这个鲈鱼，还有鳐鱼、鲨鱼，贼多。今天的收获非常的棒啊！